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杭州西湖，今天我们就是要挑战三口喝光西湖水。哎呀，开玩笑的嘛，今天我就是要去看一下，把哈根达斯的所有产品全部点一遍，要花多少钱。你好，每个产品都要一个，他要花多少钱？你不跟我扯淡吗？我每样都要。每样都要吗？他腰赢了，每个单品都要。对，这里下面打包。打包。那我们现在要开始关门了，然后只会一个人服务。那我要问一下，帮我一下。然后再跟你确认一遍，是所有的产品每样都来。对。那如果我有抵用券呢？你好，我帮你看一下。您怎么有这个券啊？这折扣比我们员工都多。在我自己直播间买的。咦，万维星。你敢回答我两个问题吗？您说。你的嘴为什么那么歪啊？那你为什么这么好看啊？都是妈生的啊！你这问题问我妈好了呀，我妈住在重庆。那第二个问题就是，上次在你这边买的哈根达斯的券到底怎么用啊？我再教你一遍。正义一个门店，打开主页查看订单，点击查看券码，向店员出示券码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全国所有门店都可以哦。